好，三二一。哇靠！这个那个哎，天空之城。这是好像特效，这真的吗？哇，这个好明显哦，大楼。天国哎。哈？什么？你还没有订阅？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！记得每部影片都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哦！正片开始 ，Go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学弟肯定有机会。季姐姐，西游弟弟呢？问你啊，你为什么从楼下上来的？你为什么没有报？从楼下上来的？你为什么没有报？不抄我梗，哎，你为什么报？好，确定开始就出现了，因为有人不报。OK， 好，那开场呢，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大家看过《海市蜃楼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有看过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有看过吗？搭公车应该看过吧？你有看过吗？谁没看过《海市蜃楼》啊？你在哪里看到的？开车一定会看过啊。我没看过啊。就前面好像有一滩水，然后一经过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我不会开车啊。搭公车，刚说搭公车。搭公车也没在看啊。前面会看到啊。可是你坐在后面，那可能要司机的位，嗯、司机的位置。反正就是开车的人应该都看过《海市蜃楼》，因为有时候你开比较长远的路，有时候前面如果没车，然后可能天气比较热吧，然后前面有时候会有像一滩水或一滩黑影，它慢慢靠近之后呢就消失了。好，那其实有那种比较夸张的《海市蜃楼》，其实我是没看过，但是印象一个很深刻的是，楼上好像是有一个是有人开一个很长条的路，然后前面看到一个很大的一座城市在面前，然后它其实好像是反射某一个城市的地方。然后你一直往前开，往前开，然后到后面它就不见了。或者是我知道有些人会说，在沙漠的时候，你会突然看到一片绿洲，然后有水、有树这样子，那好像也是海市蜃楼，就是一个光影，或者是有些人说那是幻想出来的这样子。所以那个也有可能是反射到某一个绿地，也有可能。我们等一下会解释那是什么样的原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是海市蜃楼哈。然后今天再来看三个真实拍到海市蜃楼的惊悚画面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海市蜃楼呢，又称蜃气楼、蜃楼、蜃井、蜃气楼台、海市等，是自然发生的光学现象，是指呢光线因偏折而在遥远的距离或天空中生成虚像，在大气科学中称为蜃井。古人认为呢是蜃吐出来的气息，英文呢为 mirage， 这个字源自于拉丁文的 mirare。好，这边翻译一下，用拉丁文 mirare， 也是由法文那个 mirage 来的，意思是看见的奇景，也就是海市蜃楼。那这与 mirror 呢，还有 to admire 欣赏有着相同的字根。好，那相对于幻觉啊，海市蜃楼是一个真实的光学现象。由于观测到的位置呢是由实际光线折射形成的虚像，它可以用照相机来捕捉影像。然而呢，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像呢？全由人类心灵解释的能力来确定。例如呢，在地面的上蜃井非常容易被污染来自一小片水洼的反射。蜃井呢可以分类为下蜃井、上蜃井，一种包含一系列异常复杂垂直堆叠影像形成快速变化蜃井的上蜃井。OK， 我们看完了海市蜃楼的维基百科，没错，来自维基百科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看完了，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光学现象，所以它其实人类的肉眼看得到，然后相机也拍得到，所以它其实不单纯是只有人类看得到而已。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三段我们觉得很神奇的海市蜃楼画面好了，然后来看一下究竟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好，那看一下之前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话，请赶快订阅我们频道，然后点我们 IG， 一定要追踪哦，记得来会员支持我在天使们盲读电台的影片。喜欢我们的联名商品的话，或者是想要看我们出什么样的联名商品，都可以下方留言哦。哦，如果你有看过《海市蜃楼》的话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之前看到的是长怎样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可以分享给我们。好，开始 ，Let's go。Go。好，第一个标题呢是云南昆明的空中啊，拍到一个梦幻的房子。好，来源是 Happy Moment。好，这个我就觉得蛮神奇的，而且这个很像什么动画的感觉。很像特效，感觉很像那个穿越时空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音乐版权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就好了。好，三二一。哇靠！这个那个哎，天空之城。这是好像特效，这是真的吗？哎、欸，那么短，再一次，11月12日拍到的，去年。三二一。哇靠！哎、欸，这个很明显哎，很像浮在云上面的一层楼哎。对啊，这个会不会是就真实的这个楼，然后被反射出来而已？很有可能。可是你这样看，会觉得它好像是飘在天空上面这样子。对，那叫什么？空中之城。对，或者是那个天上的那个楼层降下来什么之类的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这个很梦幻哎，这个不注意真的会很像特效哎，就这个现实中真的发生，我觉得是超神奇的，太神奇了。这个惊讶指数你给多少？如果我现场看到，我应该给10分，因为会觉得很震撼，而且它还亮亮的，很
像就是灯火光明的感觉。对，他的房子下面有一层雾，就觉得很像在飘在空中的感觉，很像是那个什么神仙还是仙女住的地方。对，会不会真的是啊？真的是然后被反射出来？哇，那真的太神奇了，或者是很像是飞碟哦？啊，我的移动城堡，对，类似那样子。哇，拍到了，真实出现啊！这我可能要九分吧，这个真的蛮惊艳，这个我觉得很神奇，这个光学现象真的太神奇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呢是标题是啊，就是有人在苗栗的空中啊拍到一个诡异的圆柱体，来源呢是台视新闻。这个呢比较特别，这个有点像飞碟，而且它会动，所以它是一个会动的海市蜃楼。哎、欸，我没看过会动的海市蜃楼。哎，好，三二一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，有一条东西，会觉得是什么飞碟耶？就好像飞碟哦，飞行器，啊、它会动哎，哟。还是什么新的飞机？外星人？对，或是军武有新的东西？哎、欸，对，有明显亮点。飞碟还是海市蜃楼？飞行物啊？该不会是？这是我们台湾自己拍到的耶。会不会是军队又有什么新的那个高科技的飞行物之类的？对，会不会是创造出飞碟了？但也有说这可能是海市蜃楼，但是这个会是什么、啊？那个是圆柱体，就觉得长得像那个、欸，就是比较大台的那种直升机，就是比较长型的直升机。直升机有长，它没有螺旋桨啊？不是有种比较长的，是那种常见的直升机，是那种像军队的直升机，然后比较长一点。战斗机哦，就是两边的。对，可是它我讲的是直升机。好，这个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因为他们说可能是 UFO， 可能是海市蜃楼，会不会真的是什么不能说的武器，就是不能公开的什么军武之类的？最新高科技，它刚好在试飞这样子，对，被拍到，所以他们也不能解释。这个我给他8.5分，应该多少？这我给他9分。如果是我自己看，都可能以为是飞碟吧？对，我也觉得蛮像飞碟，而且超大台的，那个很像电影的那种超大飞行器，然后降落在某个地方盘旋这样。然后他可能会降下一个什么小飞行器之类的，或是外星人下来。嗯，好，那有个人想法，第二个，因为像 UFO， 又有点像海市蜃楼的画面。我们看最后一个 ，Go。这个就是今天应该算是最惊艳的一个画面。好，标题是就是有人在大陆的空中啊拍到天空之城，但这个也有人说可能是东港、台湾或是大陆，就是好像不确定。来源是543说新闻。好，我们来看吧，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哦，这个蛮扯的。三二一，仿佛是一层光影，在光影上隐约可以看到整个大楼。哇，这个好明显哦，大楼。天国哎，我靠，这个。真的很像一堆大楼哎、欸！哇，天哪！东港，这到底是哪里？这就是不确定是哪里，就对了。海市蜃楼。哇，哎、欸，很明显哎、欸，这个。会不会可能也是反射某一个城市的大楼？这要是我看到，我会觉得它应该是那个平行时空错乱，然后突然那个是什么重叠之类的。重叠。另外一个时空的高楼大厦重叠到我们这边之类的，电影不是都会亮眼吗？哦，也有可能。或者是就是那个穿越时空之类的。哇，那太神奇了吧！天空之城哎，而且它重点是它的那个大厦非常明显，然后还看到窗户之类的。可能就真的是某一个地方的一堆大楼被反射过来，也是有可能。这个很神奇，这个我大概看到，我应该也是马上录影，然后赶快拍照。那我给他9.5分，你给他几分？我应该会给他9分。那个惊讶指数，惊讶指数9分。我觉得很神奇，我觉得海市蜃楼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像特效，结果还是真实反射出来。OK， 好，那就有人想法连起来了。如果你有看过什么海市蜃楼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对，或者你可以私讯照片或影片到我们的粉丝团。好，没错，那我们这次看完了三个呢真实拍到海市蜃楼的惊悚画面啊。那你觉得进来一个让你最惊讶？其实我觉得是最后一个，就是那个什么东港那
那个还是大陆那个，因为它那个真的是太明显，它就是好像一个城市飘在上面，空中之岛，对，然后空中之城啊，或者是好像是真的是天上有一个城市在上面，就觉得哇很神奇这样，很神奇啦，兄弟，那我去看完应该是第一个吧，我觉得那个发亮的像霍尔的移动城堡，就是亮亮的，然后浮在空中，哇，太神奇了。好，那就回来想把一些那个海市蜃楼的奇景搭配的想法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OK， 好，那你们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点赞、耶 ，IG 一定要去送哦。接下来会是所有影片吗？我们来看影片。想要看我们拍什么样的主题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下期就是第二，下期见，拜拜 ，Let's go。记得留言哦，每次留言我们都会看，拜拜。